最后一个运动呢，其实跟那个侧步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是打叉我们的脚。哦、所以我们左脚跨过去右脚，跨过右脚，然后右脚跨过左脚。哦、OK、然后那这只手呢，我们可以放在旁边，也可以放在腰部。哦，插在腰这边吧，好像比较稳那样。比较稳，对，这个是训练我们的这个平衡感呢、啊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始，先左脚五次，然后右脚五次，总共十次。好的。好，我们就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